没有系上缎带，也没有华丽的包装纸，教育却是一份让孩子终身受用的礼物。从咕咕坠地、呀呀学语，到小朋友的上学初体验，都是父母们大为关注的过程。因为这是孩子的学习起点，这时候老师和同学将进入孩子的小小世界。这个年龄除了父母的爱和陪伴，良好的学前教育呢，也是父母送孩子一份爱的礼物了。当然它有它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的，我们所说的孩子第一次接触外界，所以那个学习的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叫潘子彤，我今年五岁。美好的一天从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开始。你带完毕业能够你去找他了吗？你自己藏面包。她是家中的小姐姐，也是很好的家事小帮手。OK， 我出来。嗯，很棒。这个降临到家中的第一位小天使，到了学前教育的年龄。作为父母的潘汉元和徐慧晶为选择合适的幼儿园经过了多番考量，希望能为他找个适合的学习环境，让他喜欢上学。我喜欢来大爱上学，因为有很多朋友，也有我爱的老师。因为大爱幼儿园教导的是人文，教导的是道德教育，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两个本身都是急性子，脾气也没那么好，我们知道我们没办法教好他最基本的这些待人处事的这些方法。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看到我姐姐的孩子，我弟弟的孩子，因为他们都是在慈济幼儿园读书的，所以我们那时感觉到我自己本身是感触很多，看到孩子原来可以这么懂事，那么小可以就是那么懂得尊重长辈。创办于2007年的班丹英达大爱儿童教育中心和后来成立的吉隆坡静思堂园区大爱幼儿园，顺理成章地成为雪隆地区家长们的选择。来自大智班的潘子彤就是班丹英达大爱儿童教育中心的学生。幼儿园是孩子第一个正式的小社会，也如同小朋友们的第二个家。那我常常都会在跟家长说，其实慈济的教育那跟外面一般的教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很注重品格教育，那人文教育、生命教育，还有再来就是生活教育嘛。那其实生活教育在孩子来讲，那就是4岁到6岁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讲，那他们真的是就是需要去学习，让他们学习懂得自理。在校内，老师会引导学生自己收拾和洗碗，学习在日常生活中自理，回家后孩子就会顺理成章地做好分内事。在马来西亚百花齐放的学前教育体系中，这种以树人树德为目标，全力以赴办好人格培养的教育显得一枝独秀。就是很多呢都很注重说自立的发展，他们会教说左右脑啦，怎么样子让孩子变得更聪明啦。我倒觉得说大爱幼教这一块呢，我有看过也有体验过学校的一些教学，我觉得老师的教学是很生活化的，很多很基本的知识，从品格塑造那一方面呢，都会教孩子说怎样在生活中学习，不是除了只是学习功课，在处事待人，在如何跟别人沟通，还有一些很生活上基本的价值观，老师们都很注重的。请问我们可以在你的店贴近视仪海报吗？本生不一定求求是好球，但是有历练的强大者，随时都可以回报。这里啊。在这边好。静思与户外教学让孩子带着好话上街，认识各行各业。怎么会生气呢？真正的
顺，不只是在爸爸妈妈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给你帮忙，而且还要很恭敬、很欢喜的心来感恩父母。爸爸妈妈，我爱你。课堂上学到的静思语都牢记在孩子的心中，静思语也可以成为家庭和乐的小小默契。可说好话，手做好事，脚走好路啊！这个是我们每天一直他也在说，我们都大家互相提醒哦。因为有时我们都是会发脾气嘛，对孩子都会骂他们嘛，然后他有时他坐在那边口说好话，他就这样子，我们就哦，转过头我们就沉下去了。而且我们也学会就是晚上一起分享。静思语爱的力量，营造出充满爱与善的理想学习氛围。这个是需要很有耐心，就好像上门静思语哦，要用菩萨的智慧，要用妈妈的爱心来教孩子。我都把孩子当作是我自己的孩子这样来看待。陪他们吃饭啊，睡觉啊，教导他们啊，写字啊，就好像好几个都是用左手写字，就是写不好，抓笔也抓不好，所以就要很耐心的，这次写不好不要紧，当他十个字写不好，一个字写好，我都会称赞他这个字写得非常好，请你再加油，再继续努力，这样不断的给他们的鼓励，这样他们真的成长很快很大。用心的陪伴孩子成长，就可以看得见孩子的改变。很多坏习惯都改了，就是有些孩子就是喜欢有一些咬手指啊、吸手指啦、咬头发啦，然后上课就是不专心，一直在玩手帕啊。不过下半年全部都已经改了，因为老师看到他们这样就一直提醒，提醒就是挨着叮咛，但是不可以打骂，是要哎这个动作是不好啊，对身体不健康啊。然后慢慢哎，他们也听进去了。最主要是让孩子知道我们是用爱来关心他，用爱来爱他们。小钱行大善，小文小心翼翼地将纸币投入竹筒，孩子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竹筒铺满，每天投竹筒助人，献出最真诚的祝福。明天大家想怎样？我妈妈快快好起来吧。竹筒内满满的爱心，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帮助苦难人。所谓蚂蚁雄兵力量大，孩子们还会带着募款箱走入社区，为东海岸水灾灾民募款。大帮忙三班军，请帮助水灾灾民。通过接触社会、关心社会，他们处处散播着爱与善的种子，建立起良好的三语沟通能力。有的时候老师还会带着学生走出课室，这一天大家在吉隆坡佛教义诊中心上了宝贵的一堂课。一些孩子他会很怕来看医生，希望让孩子们去真的去了解医生和护士其实是守护我们的生命，守护我们的健康，还有守护爱的，让他们去消除他心中的恐惧。刷牙不能这样子刷，你们不能这样子就是刷，或者是咻你们的那些功夫啊。你学我这样子转圆圈，这样子转圆圈，转啊。孩子与医护人员的互动更是让他们获益良多。开心，我今天学到了的是刷牙齿，刷牙齿要打圈圈，然后要刷干净牙齿。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小孩子的潜能是很难在以前那种标准来评估的。那今天我们来到诊所来给他们实际的看一下牙科的操作，我们希望是说在他们的小小的脑袋里面呢种下一些种子在里面，让他再长大一点接触到这些的时候他会有很好的一个印象。其实孩子们在校内的各种精彩活动与成长，家长都可以透过孩子的亲子桥了解，它是孩子的成长记录，也是老师和家长之间的桥梁。其实里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真的是我们自己的感想哦。我不只是写给老师看，我写了过后我也会读给他听的，他而且他很喜欢听，他很喜欢知道啊老师写给他的是什么，爸爸妈妈写给他的是什么。亲爱的喜力老师，这一句你读，然后我读。你好，感恩老师们和好。
欢的亲子活动中和家长分享，你得到很多做人子女和父母的启示。奉茶和帮爸妈妈手时，小宝贝也用心的抓着爸妈的手，妈呢又看看爸妈，身为子女都不曾替自己的父母奉茶妈手，去感谢父母的付出。孝顺不能等，写家书让妈妈有很多的感触。望着妹妹，回想当我小时候到现在，爸妈为我的牺牲和付出，妈妈多希望自己马上可以拥抱着自己父母亲，告诉她我好爱他们，感恩他们无私的爱，成就今天的我和我可爱的家庭。写家书时，妈妈的脑海里浮现好多小时候的画面及妈妈的叮咛，妈妈的爱太伟大了。奉茶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好是遇到爸爸生病，他奉茶给我的时候，我是想到我的父母，然后那一刻会特别想回家，因为他这么小就奉茶给我，可是我从来没有奉茶给爸爸妈妈。我其实那一个环节我很喜欢。请奉茶，爸爸请，爸爸请喝茶。我觉得老师他们都很棒，因为我们身为父母的已经忘记了怎么去孝顺我们自己的父母，反而要孩子来提醒我们，我们才做得到。所以那个奉茶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大感触，而且我也很开心，我的孩子5岁就已经懂得这些道理，然后都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今年我们所举办的孝亲感恩会，我们最主要是要带出孝，孝顺的孝，因为孝就在每一个家庭都很需要的。从孩子的学习孝顺，然后他们就会去有一个互动，就是一个游戏啦。孩子为父母妈手奉茶，感恩家长的无私奉献，家长也为自己的父母含泪写家书，用孝顺与爱联系起三代的亲情。行善和行孝不能等，珍惜父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没有这个机会对我爸爸说一声我爱他，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因为我们一般的华人的比较传统啊，都是爱不敢说出口，那爱是要及时说出口。关爱与用耐心陪伴的学习氛围耳濡目染，让孩子也学会陪伴和关心身边的人，温柔而坚强地陪在母亲身边。他都很了解妈妈的心情，所以很多时候好像外公，我带他一起照顾外公，外公即使很不舒服，然后他都会告诉妈妈，妈咪，外公老了嘞，他真的很不舒服，你说哦，可是我们又帮不上外公怎么办？然后呢，没关系啊，我们就这样子陪着外公咯。反而很多时候他会安慰我们，是我们觉得这个大义伟做得很棒。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也在成长。然后去了学校，反而我知道他会好像折棉被这些啊，帮朋友这些，他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嘛，都是比较疼，所以都会比较霸道一点，小姐脾气一点。然后去了那里，他会懂得体谅别人，回来也会跟我们分享很多。每个月幼教都会举办家具日，让家长和老师共聚一堂，通过讲座、读书会和活动，分享各种知识和宝贵的心得，促进彼此的联系。我
那你可以学到的东西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么大了，我们学习不到的。因为读书你可以自己看嘛，可是基本的这些道理，只有你在大爱，他才会教到你。而且那里有父母亲一起分享，是一个很好交流的地方。因为我们长大了出来社会，我们反而忘记了做人最基本的那些待人处事，所以这里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统统教会了爸爸是要吃素咯，不能再吃那个肉这样多咯。因为我吃这动物，所以我就不杀生。不能让地球生病啊，这样子咯。他在学校学的东西会告诉爸爸这样子。在素食这一方面，那其实是让孩子学习尊重生命，就是爱护小动物。在我们的那个教学方面呢，那我们会带他们去菜园去了解菜农的辛劳耕种，然后就是说，在吃饭的时候，在用餐的时候，那我们真的要懂得祈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接触大自然，亲手翻土，体验耕种，户外学习，寓教于乐。模拟道路和醒目的交通标志，不但丰富了主题教学的色彩，也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这一个是 U-turn， 这一个 No Park， 来接下去，这个是什么？这个呢？洋溢欢乐气息的交通总动员，让孩子亲身体验驾驶乐趣。车子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就要停。还有呢？青灯就要走。黄灯呢？黄灯就要准备停。老师精心设计的教案，再配合家长用心制作的可爱交通工具，带来了不少欢乐。那为什么让他们学习这些，是要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在马路上我们要学习保护自己，就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嘛，那我要学习怎样自爱啊。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就是要让他们学会说，我们要怎样发挥我们礼让的精神啊。我觉得啊，每个家长各有各的创意，各有各的特色，这些东西都是用纸皮，我们到处去寻找啊，入杂货店啊，或者是 mini market。爱心妈妈是大爱幼教的特色之一，每当校园有活动的时候，家长们都会爱心承担，从旁协助，厨房里也会看见爱心妈妈默默付出的身影。每逢星期二，叶宝珠就会来到厨房报道，她用欢喜心义务为所有的孩子准备健康素食。她的同学的妈妈都有来这里帮忙，她说为什么我不要来这里帮忙，对哦，我又想说是咯，反正我有时间，我不是来这里帮忙看看咯，我一来我就来厨房了第一次。觉得不错哦，因为食不足的素食很好吃啊，很特别啊，因为反正我们都是想要说要吃素嘛，我又不会煮啊，我们不是来学习哦。妈咪在忙着切菜，我们就要收拾书包，不要让妈咪操心烦心，要照顾好自己，不要生病。我女儿以前呢就是公主病很严重那种啊，属于是。然后如果在这里的话，他会听我们说话，不会好像以前这样很自私，因为他是最小的嘛。现在呢来了这里就会和我们分享哦。每逢星期三就是学校的环保日，学生们会带着可回收的资源到学校，这时家长、老师和孩子就会一同进行分类。因为要让地球妈妈不要生病，如果地球妈妈生病了的话，我们就没有家里住了呀。来，这里。我们的孩子进了大爱，我们就开始接触环保。其实孩子们是蛮开心的，我们大人也开心了，因为都学习很多了，有很多东西可以从老师们教我们，师兄师姐们教我们怎样分类，可以认识很多东西。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大爱儿童教育中心的家长也同心协力地在班丹英达城市公园设立了环保站，一起留给孩子一个干净的地球。来，小朋友去做环保，都
东西放下去做好。林弟弟、程晨慧和陈家焕三位家长一起承担了新环保站的公关和财务工作，疼惜大自然，人人都平安。来这边虽然是两个小时半或者是三个小时，可是这一期间也是可以让自己静下来啦。我是觉得孩子也可以来这边玩一下，学习一下。如今到环保站付出已成为他们一家大小的亲子活动，家长、孩子和社区的环保菩萨共同努力。品格教育作为孩子起跑点的礼物，就可以感受不一样的风景，让他们从小树立良好的价值观，而不只是为了在比赛中取胜。我们都是彼此生命的礼物，用大爱将彼此串联，用真情陪伴。当孩子学会了感恩、尊重、爱，他们的小世界将会变得精彩无比。爸爸妈妈，我小时候照顾我，现在我大时候，爸爸妈妈老了，我要照顾爸爸妈妈。要适当的陪伴，适当的爱，跟适当的期望，孩子才能够快乐的成长，快乐的学习。正言上人常说，教育要从小扎根啊，所以呢，在幼教这一块，就是孩子在幼小的时候需要说把他的根扎好，在慈济的这个环境，那我们都会以善的，就是说，小小的孩子，我们就是种下善的那颗种子，希望说，他长大了，那他就是会成长，成为一棵大树。这棵用爱心灌溉的幼苗，有一天将长成遮阴的大树，而这份送给孩子的爱的礼物，有一天也将会从每一个小世界散播到全世界，孩子。就是我们的礼物。